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福。话说自从上次我拍了跟大家拜年的影片之后，看到一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留言，今天呢我就在这边一一的回复这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留言吧。要准备转型当 YouTuber 了吗？要准备当 YouTuber 了吗？天啊，阿福要转 YouTuber 了吗？如果做 YouTube 影片就是 YouTuber 的话，那我其实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做 YouTube 影片了，那我从2010年就应该要是 YouTuber 了啊，福福该不会要转战当 YouTube 了？阿福新年快乐，真的要记得更新。看一直抓着抓着的，想建议一下，去药局也有在卖医师开的过敏药。其实我真的试过超多制裁过敏的方法，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着过敏的困扰吧。先说我的过敏体质到底有多全面好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有药物过敏，包括对 aspirin 还有 Voron 这类就是广泛被运用在消炎止痛的，就是 NSAID 类的这种区块的药物都过敏，就是我的眼睛可能会肿起来。也有食物过敏，像是我对花生还有虾子跟牛奶都过敏。再来我还有皮肤过敏、呼吸道过敏、社交过敏、听觉过敏、易胖健忘。总而言之呢，过敏人大概可以吃的药就是类固醇或是抗组织胺之类的药物，但其实这些药物都只是稍微让人感觉好一点。只要我停药或者吃了一段时间，我的过敏又会开始复发，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抗过敏的妙招，赶快在下面留言解救苍生吧。鼠鼻欲望这么强，带他去生一下，我也想养小鼠鼻。其实鼠鼻没有生育能力，就是他没有两腿之间那个辅助生育的一个，就是大概在鼠蹊部位一个，好啦，就是睾丸。你的狗饥渴难耐了，快帮他找另一半吧。说好的海枯石烂又天荒地老呢？阿福新年快乐，加油！忙的时候好像很忙，印象深刻是在某次演唱会说自己忙到不知道星期几，刮胡日期。小声说，我就算闲着也对星期几没什么概念。新年大灾问，影片跟 Logic Pro 还有 Pro Tools 如果对打，阿福选哪一个呢？都不选。好久没有创作新歌了，一直都有。哪时候出专辑？喂，凤凰唱片吗？不知道阿福什么时候才要再唱歌。君の中にあるもの、君の中にあることを。新歌呢？在电脑里。可怜的香蕉先生，话说你衣服到底是破几个洞啊？擦滴滴。不想数。床上很乱，谢谢。新年快乐哎，好想念。胖了一点点。从小的女神其实是宅女。从小。眼睛肿，缺氧起虚。阿福第一次听到你唱歌就是在学校的校庆，本来很不喜欢你原来如此的音乐。自成一派是历年最差的作品。傻，打开呀啦！装装，那你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还有很多的建言，还有在底下留言跟我聊天。那希望最后大家可以顺手按个订阅，如果你还有就是多余的时间再按个赞好了，想要跟我留言聊天也可以。总而言之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傻，ふざけるな。